三枪 SKS，那个人三级甲，或者四枪、五枪、五枪倒了。小龙一边有一个那个拉人的那个道具。哎，需要再看。你需要倒了。他们就在。牛逼，安全没关系，他也倒了一个。来，好像我一直去看这两个人的衣服，一个五周年，一个红。直接打了。哇，真就这两个人？哦，三个人。牛，他真敢贴过来啊！你过来舔就行了。这么打我一枪。走，直接到那干。不打要。我没车的。没事，石头后面有一个。牛逼！他还想跑。开始过来了，瞧着！死完了！我操！怎么突然冒出来了个助攻？死完了！你太牛了吧！就他炸的，系统等一下。牛逼！系统，这个吉普之后有个人，他去了，我没击中了。光明天打击哦，右边，哎呦，我靠，右边有，没事，倒了。看，十五队倒三个，谁？倒三个，十五队。哦，他队友，他队友被炸了。他们近点有雷，有人给他炸雷。哎，系统，我们俩能先走一点。倒三个，这队伍倒三个。不开车吗？车没胎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，然后人不多了，我们俩把左上的人卡了。绝对强！标点说牛，我情全是情绪价值，倒了，坐上。太喜欢这种氛围了，又绝对强！太帅了，太帅！死了，终于死了他。死了！我操，全是毒里面包，绝对强！我靠，这么……靠，我不敢用步枪压。我子弹不多，死完了，二打四了，我靠，这么帅，二打四了，系统，二打四了，我没子弹了，系统，我没投，出发吗？能出吗？死完了，我操，牛逼，这么牛，太帅。